但你如果真的在打鼓的时候，其实你一定是，你
你嘴巴不会闭得很紧，你一定有正常的呼吸、正常的换气，甚至于你可能会有动作，你脸上会有表情，都没有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就把那个锁住的放开来。记得你只要，其实你只要呼吸就会有一些变化，你只要记得保持正常呼吸就会有一些变化。主歌是收回来了，啊，就收回来了。因为你的表情没做完，没做完就会多有偷笑的感觉。我说他像偷笑，他就这样瘦了，我都会偷笑。但是表情没有做完。那你专心在弹演奏的时候，其实你应该只在这里。你就会不考虑那些东西，或者你甚至于要比正常的，就好像你这样说李小龙，李小龙平常打拳是很安静，他们说真正李小龙自己在教课的时候是很安静，可是他拍戏一定要这样，效果就是说你还是需要让自己在某些时候多一点投入感，表演，对，还是要有一些表演的氛围。所以我刚刚讲的，你不要觉得就是在台上的那个状态。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人在里面，不是不要只是你，他还是会有一种你想要传达的那个音乐的力量。音乐力量除了这个，就要靠你本身自己一定要投入。所以就不要想那么多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想说，会怕说太多的话会。对，其实主要就是这个问题，你要很享受。你要很享受你在这个状态，在那个音乐的状态，那你就会很进去。多做几次就会习惯了，就会知道那个氛围多轻松。麻烦他帮我们拍这支 MV， 很开心，很荣幸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导演没拍过 MV 的，不拍 MV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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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的很好的，对，不拍 MV， 不拍 MV， 所以这一次是因为我吗？我跟他们不是很熟。这是算是因为我，因为我们跟我跟导演关系算蛮好的，对，所以这次
谢谢导演帮助我们拍这个 MV， 然后非常非常漂亮，这个地方是有历史的，就大家自己去上网查就可以了。对，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即将要拆迁的一个旧的工厂，那它相当有历史了，好像从日据时代就建造了，那到现在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，那也很开心，我想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工作了吧？对，就这个工作完毕，他也就结束了，即将要离开一点。那导演平时都是拍电影？然后今天是拍 MV， 而且是乐团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？其实我觉得玩得还蛮开心的，对吧？但当然开拍前我也会很紧张，很有压力啊。然后想说，既然要来帮老肖做点什么，总是要做点什么。对，但是有些太感谢了，没有，完全的感谢。对，因为终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，但是我觉得能够。啊，不一样啊，真的很不一样。就是拍你们唱歌，跟我们拍戏是真的还蛮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但是很开心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，而且跟大家第一次有这样的合作，应该没有吵到你，应该有吵，不会。但是我觉得能够拍这么多的乐手，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期望自己可以弹吉他，会玩钢琴，可是到现在已经快50岁了，就还是有机会，对，还是没有，算，这种事情还是要专业，要有天分。像我们其实这样拍拍的就很开心。你们就是专业跟专业在一起，对。好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早上6点了，我们要睡喽，拜拜。